手上次灌篮的伤啊，还没全好，还重重刷了一下。不过这个时候一回来，手感马上也有觉得没有，再把球抢了回来。艾德顿了一下，拉了一杆好球。哇，台皮的团队战力，其实刚王子刚硬上这一球，其实拖车赛车夫已经投对，发球线，干脆自己拔起来的出手没有。这样。虽然他很猛啊，但是现在场上塞瑟夫一样，艾德右边底线 for three again。我想玉龙在手球，周伯成面对周伯勋，双周对决，突然的中距离出手没有，周伯勋直接往里面走，在外传艾德，进攻时间要到了，自己的出手三分球。这一场比赛的第三颗，哇！一开始艾德接到右边，往里面给艾德有机会，要来打林伟汉，哇！这个转身来得很快，对，就直接被潘向廷给夹掉。艾德这一次，哇！虽然这个快攻距离篮筐有点远，不过还是潘向廷这一球不下手，其实塞瑟夫已经在篮下等桑尼进来，稍微多了一些。桑尼，这球演的真的漂亮。潘向廷重新 reset， 剩六秒，打好了三分球，艾德，哇，艾德，他今天跳出来，对台皮来玉龙来讲进攻无解，连桑尼在篮下硬打都是少见的情况。艾德绕过陈兆豪之后，找到了空档的机会，今天的艾德三分线是五六指数上来，一扛二里面，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艾德跳起来之后找到赛瑟的机会，真的要把握住。艾德，哇，今天真的是打嗨了他，内外都开花。最后 Holden 球有点危险，要掉，零秒出手，这是一个二十四秒进攻为例。艾德这一波第三节最后一次进攻，绕过来突破。哇，大跨步，哇，神了他，在这一节真的是 amazing。 哇，今天打败了艾德，艾德在第三节真的是大杀四方，单节攻下了14分，目前全场是攻下了25分啊，也带领台皮在这一节是攻下了26-9的疯狂攻势，取得了66-41的25分领先。休息一下，稍回到第四节比赛现场。